介绍的是一个 Yoho Town 高层的两房单位，实用面积422尺。我们现在就去看看。一入嚟，右手边厨房、雪柜、洗衣机、微波炉、明火炉头、油窗。出翻嚟，近住门口有个组合柜，咁可以摆好多需要嘅物品啦。隔篱呢度有个餐桌，放完之后都仲有空间嘅。再望过嚟呢边，电视组合柜，呢边仲有个露台添，可以攞嚟晾衫。入嚟客房。前業主就擺咗個衣櫃，望落去好似空間咁唔夠，咁如果有需要嘅，就搬走咗個衣櫃，揾人設計過啲地台床之類嘅嘢，咁應該都足夠嘅空間。主人房呢邊放完床，都仲有位擺梳妝台嗰啲。廁所、浴缸。油窗望出去，虽然都望到楼，但系都有一段距离，同埋景观都算唔错。